这两个人就这样消失了，也没有人再找他们了。我只是想知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，不要给我找麻烦好吗？好吗？ 这里有没有一个叫王碧强的？安眠药，白天运沙这么累，怎么会失眠呢？我小时候常做梦，梦到陌生的地方，古怪的东西。你以为他们死了吗？那你以为他们还活着吗？ 你看那边的小灯，我在想，我刚才要是游过去，上了船，就可以离开这儿了，不用签证，也没有边境，就是真正的自由了。 我还半赌忘了。You go back, see mother. They don't let me go back. 王，德让来了。说，他在哪儿？喷够了没有？你是市民的哥哥。他现在在哪？ 看着我，你有多久没睡了？